好不好？好不好？谢了。其实有点紧绷。以为摄影师一模一样，想想当初。他们说不盖脸，帮我盖脸就要穿这个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是资管四美康文，不是。
首歌对谁说呢？是送给每一个圣诞节有情人的伴侣。这么好，献给在场所有伴侣人、伴侣的人们呢！哇，那你有没有另外一半吗？目前还没有，那要不要有没有什么择偶条件呢？要不要在这边稍微宣传一下？好，我们掌声谢谢这位学长的演出，谢谢。不要，现在已经这样了，不要了，爆快爆！